请来咱的新北市的好朋友，咱的叶大哥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公共场所里面表演了，今天难得来到我们新北，我们以最热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叶旭天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富贵金珠，用砖啊空，看起来普通普通。是上船，我的梦中，伊就是我的故乡。带一群人，真正善良。面上拢带着笑容，安稳守纪，思容感伤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暗时啊，庙口听大人讲讲，一讲讲是本时代的上海娘，伊无抢着大龙春风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在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，你就是我的我最大的力量。有几斤自信用砖啊空，看起来普通普通。总有一日我会成功，倒返去我的故乡。不见了哈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有几斤重，用砖啊空，看起来普通普通。是上出名，我的梦中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真正善良，面上拢带着笑容，安稳守纪，思容感伤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暗时啊，庙口听大人讲讲，一讲讲是不时代去上街用，伊无唱着望春风。那就是我的故乡，想起着可爱的故乡，予我意志坚强，在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，你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。有几间厝，用砖啊空。我起来普通普通，总有一日我会成功，倒返去我的故乡。新年快乐，各位老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哦，阮可能哥哥今仔真少机会来唱歌，今仔咱特别甲伊邀请吼。新年哥哥，大家拢是足侪人拢为要听你的歌来，先甲大家问候一下哈。啊，是啊，啊，各位在座每位啊乡亲啊，大家新年快乐，2020年哦，啊，以后佫加上10年、20年、30年。啊大家吼、哦、啊都会当带伫遮板桥，即摆何友宜去做市长，就对大家以后生活如何啊，肯定伫遮
祝福大家天天快乐。好、哦，感谢白冰冰小姐。哦，白冰冰小姐，刚叫我叫来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本来今日啊，今日是去澳洲佚佗啦。哦，旅游啦。我喊你去佚佗的啦。哦，啊，白冰冰阿公叫我爱来，我就留掉了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刚讲刚讲。来来，哥哥，我们退后一步，退后一步，因为头前无老腿啦。太危险啦！哈。诶，啊，今仔日哪位到了？你来唱歌，其实拄只咱的侯市长伊真无闲来讲话讲完哦，伊就四界去巡视啊。但是听到讲你已经伫遮咧唱歌，伊拄啊规全程咧后壁听你这首《故乡》欸。啊，这首《故乡》呢是侯市长伊点名，伊讲我足想要听客电啊迄首《故乡》。我讲哦，哇，啊，他这个人当即嘛喊咧唱啊，唔知会来不？就今天大家都如愿以偿，我们再度欢迎侯市长。欢迎，欢迎侯市长，欢迎我们的市长。哇，市长，市长，哎，两个门牌，哇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市长啊，都叫哦，啊，你踮后边听，我真感动。伊讲哦，这首歌都足有意义的，你听完的感受，能不能告诉大家一下？即呾就讲。咱细汉时阵，十八九岁，啊，一个人来到北部，对南部来遮打拼，啊，没有回头路，干来当向前行。啊，伫故乡，是个人毋知安怎，咱会怀念。啊，上重要咱坚强，向前行。所以我来到北部嘛，四十五年啊，时间过得真紧。迄阵起来就是做警察啊。啊，起来都读册嘛。报警察学校的是的，啊，毕业就伫台北市了，啊，拢在掠歹人，啊，所以我熟悉两种人，一种我掠关的歹人，啊，一种叫恐吓的人。所以身边围绕的最多的就是受害人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其中之一啦，没有关系。那还有一种就是加害人，他为了要这些加害人说出一些实情，都要来去跟因吼用头壳。啊，用隔壁的，他从嘉义，哎，你是家己倒位人啊？我算破厝六卡。破厝的六卡，哥哥你嘛是家己。可能冰冰家吼养完了唔知影，是啊，啊有的咱啊在座观众朋友有的知，有的也唔知，啊，我甲市长拢是家己。关的啦，你是水牛厝，噶唔是？太保水牛厝，太保水牛厝。啊，所以我家己太保出来无去做太保啦。啊，迄个破住六脚的吼，伊带出来是去读册做学生啊，佮那一个啊，佮咱拢较细学生啊，尾仔做警察啦，尾仔再佫做警察。才变做警官，而且做署长，做警察大学的校长，即马才阁做副市长，即马阁做市长，后摆要阁做啥？三万做人得无？拜下阁做。何市长，伫咱新北市做市长，是咧对伊吼非常非常有这意义。啊，咱哦新北市县主持大个人哈，有这个嘉义县、云林县、彰化县，敢若算起三块县市哦，占人口就一半个啦哦，所以才确实有影为咱台北诶新北市乡亲服务，为咱哦南部的乡亲服务安尼哦，确实要真好，大家掌声咧，掌声。我市长咧讲这首歌有意义，讲咱拢是真侪南部囡仔起来遮，南部、中部来遮打拼，所以若听到这个故乡，都有北漂的孩子的心情的感觉。然后市长呢，对这个所有的子弟兵都很疼惜。其实有很多人为了支持市长哦，也是都到现场来。那警察林鸿明，林鸿明站站站站站站，然后市长我嘛真欢喜你来哦。你比较雄壮威武。雄壮威武，减肥减肥安尼哈。哎，鸿明也来了，还有两位警察伯伯，就是刚才为我们扮演那个米老鼠的机器来呀、啊。明年是几哦？机器。好，那你数钱数不完，好运数不完，两只米老鼠也欢迎再度上台。欢迎上台，啊，欢迎！这一次上场欢迎你们，可以把帽子拿下来一下。这两位都是警察伯伯啦，都是今天早上哦来家升旗一队的一队长。我们欢迎一队长，你大名呢？我叫李宝龙。
李宝龙，李宝龙，还有那位叫做，我叫王子健，王子健。那今天呢，他们是李啊，你说那个警察贝贝，两个脱下来都年轻的。啊，今麦咱嘛讲警察贝贝啊，一个昵称啊。较早甲囡仔吓都讲，不能哭，警察贝贝来了，安尼啦。对对对。不用安尼吓，啊那今麦少年的吓袂当了，来只好过来啊。哎呦。所以警察贝贝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支持，对对对，千万别让警察贝贝变弱势。是。台湾是个法治国家，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守法的，待会儿会准时的，稍微早一点点的就给他结束。那现在我们再请侯市长来为我们说几句祝福的话。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能够在花莲夜诞城的最后一天，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，真的有谢谢有你们，才新北市有非常好的未来，我会努力的做。咱一个淡薄囡仔来教我播，受人的疼，受人的照顾，咱才有得徛在遮。咱来用感恩的心情来迎人，所以我会更加认真。啊，未来咱斗阵行吼，咱过一个好日子。我有伊，佮共款四十年拢安尼做，咱来认真拍拼做，做好个，咱做个感恩。啊，想故乡这条歌，咱得爱拼才会赢。我知道了，等等，这首爱拼才会赢。万家旁那边乡亲，不是台湾人。哦，我老实讲，已经准备变国歌去啊！大家台下人会晓唱，爱听怎样无？会晓无？即摆无音乐，个个也未唱。我先听台下唱看卖。一时失志唔免怨叹哦，预备起。一时失志，拍他们，拍他们。稍等，哥哥，听了你有足感动无？你的歌全世界拢会晓唱，对不？哎，各位哦，为什么一直拍你们呢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本来先放起就赢了，不然，啊，还有咱哦，市长哈，何市长来做，一点赢，绝对哦。市长，我跟你报告哦，今仔后壁还佫开我个啊，因为我叫是讲有剩淡薄哈，啊无吼，我就爱赚人的钱。我就请一挂录影组的吼来甲录起来，叫电视台来甲播出，结果一直增加，煞尾也变了钱啊！啊，搭就叫落去啊，啊，搭就开落去啊啦，袂使开玩笑安尼哈。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将会在东风电视台，在年初三，是不是一月三号几点？五点。一月五号。几点？啊？几点？就是你从早上已经等到晚上，总会等到那一个时刻啊！6点半。今仔日咱6点半开，咱莫讲了，爱讲6点30分，嗯、因为6点半十个人较不爱听。6点30分，今仔是阮节目的开始。我们1月5号的暗时6点30分，依然锁定东风电视台，而且拢冰冰姐开呢，我的生意啊，对不？而且大家锁定这个节目，看看自己可爱的笑容。那现在会唱的，跟着我们 K 点哥哥，市长要听你的歌呢。你爱唱呢？咱一半歌，咱卖唱给伊家姐。好不？来来，爱拼，吃会赢。谢谢。嘛，请咱在座的观众咯，啊，嘛做一唱来来干。来，咱就用拍手来搞拍子，搁袂寒，搁热情的啵。
咱台湾甲咱新北市，予咱何市长啊，各大家都赢啦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们也欢迎我们新北市观光局长张其祥张局长。欢迎张局。二平安，三幸福，四快乐，五大发利市，大家恭贺嘛！那我们把这个心愿，我们给它收起来，好不好？记不记得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、幸福、快乐，一个健康才有平安嘛。啊，平安就幸福嘛，啊，就快乐，啊，才不会再当大赚钱啦。哦，不然讲大赚钱比较快啦，哈。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大赚钱，好，祝福我们自己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一二三，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大赚钱，收到收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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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大哥，谢谢我们的冰冰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